出家人或朋友的名字，讲出来没有人认识。还有要讲你自己知道的东西，不要觉得自己很酷，就讲一个狭义相对论，就自己不会解释。什么 E 等于 MC 平方，就你觉得不太会解释，不知道那什么东西。好，谁先帮我想一点？比如像说什么手工肉干啊，屈臣氏啊，你想讲什么都好。来，您的题目是搭讪，搭讪的，好，搭讪，哇，这个很重要。好，接下来。Yeah， 全场你发型最帅啊，帅哥！可以请帮我出个题目，忙不求我搭讪，再请帮我出个题目，谢谢。你的题目是 OK， 好，我想一下 ，OK， 好，谢谢，好，没有问题。再下一个，不好意思打扰一下，这位小姐你好，我们先有 OK， 好，我想一下，跟搭讪，再请帮我出个题目，谢谢你的帮忙，谢谢。你听得懂中文吗？可以合作 OK 啊？那你，我人很好啊，对。放轻松，没什么困难。比如像水沟盖、矿泉水，或者是打哈欠，你想叫什么都好。您的题目是水，你有考虑换一个吗？还是就是这个水也可以啊？有点太简单。我说过就不要，还是男朋友解救他一下。好，您的题目是看到什么？火锅吃到饱啊，或者是天空啊，我给你们讲人生中最困难的题目了。曾经能出过 B 是 B 点 A 平方加 B 平方等于 C 平方，那能出过脚皮，什么都有。哦，你的题目是服装 ，OK， 什么先有 ？OK， 好，我想一下搭讪跟服装，只有最后一个。你看，这位女孩你好，快进借过一下自己。呀、yeah, ，这位女孩你好，可以请帮我出个题目？目前我有 ，OK， 好，我想一下，服装跟搭讪，这个题目就交给你了。时间就是金钱啊，朋友。我会自我介绍，不用。好，来，您的题目是，不然就把机会让给别人喽。好，那决定了，那我们换一个。爷、yeah, 很爽，男生会这样穿情侣装给超帅的，哇，快受不了了。你好，这位帅哥你好，我目前有，OK 好，什么 ？OK 好，我想一下 ，OK 好，我想一下，你想出什么题目？各位，您的题目是 NGUG 北科热舞社 ，NGUG 北科的 ，NGUG 北科。你可不可以简短一点？好，您的题目是，好，不好意思，我错了，哎，再讲一遍。NTUT 北科热舞社 ，NTUT 北科热舞社，你们热舞社男生比较多，女生比较多，都蛮多的啊，好棒、啊、！NTUT 北科热舞社，好，来开始啊，所以一共有 OK， 好，我想一下搭讪 ，NTUT 北科热舞社跟服装，好，觉得来吧。就是要把 NTUT 北科热舞社搭讪跟服装，还有 OK 好人，我想一下，变成我的歌词。Yeah， 你听听看。一对一对。Yeah， 这是现场的即兴的柔舌的表演。是的，是的，是的，的没错。把这你的题目变成我的歌词。是的，是的，是的，的没错。我依旧还在这里，还是这样饶舌。我穿着服装的可能来说没有多么帅气，我依旧都是还是这样乱上一气。我总是在想着那些女生，她们怎么可以这样轻易的把我遗弃？我一直在说，这种事情你们没有经历过，你们根本不懂我这个人，这到底会有多么难过？说真的，我四年没有交到女友，那朋友他们笑我好丑的。身为一个饶舌歌手，我怎么样的都是交不到的女友。我在想，这种感觉的到底来说为了什么？他们可能完全搞不太懂。我一直在想，你自己看看，别人都有妹，我总是没有妹，到底为了什么？请你往前一步，我们差别在于哪里？你穿的衣服，我也穿的衣服；你穿的牛仔裤，我也穿的牛仔裤。我们不说应该没有差的很多，你知道我差在哪里吗？你知道我穿在哪？你呀、啊，拿了一个超娘的包包。所以没有女友，应该就是这样。我一直在想的这种情况，他们可能完全不懂。Yeah， 下次我会考虑拿个娘包包，就
能搭讪到你身上。这种事情呢，在我身上从来没有发生的这种感觉，他们到底了不了解？拍着这里，拍着这样唱着。说起来，我就是不会跳舞，所以没有加入什么或者什么社 NTUT 还是什么 P 呀。其实这种关系对人来说真的对不起，因为我脑袋真的很差的，所以记不太清楚。但是记得那是北哥的热舞，关于角色我从头到尾没有录。要是你们看学校的人很多的，请你不要啰嗦的，记得介绍女生给我。像我真的如此失败的例子哟，我爸叫我读机械科、电子科、电子工程科哟，全班都是男生，只有两个女生，而且那两个女生长得还不像女生，知道多惨。而且你看看的你们热舞社的女生还很多，请你不要啰嗦介绍给我。但是像我这样优质的好的男生，我不会批评女生是什么火星人还是恐龙妖怪。我们班的那两个女生顶多只能算是肉的堆叠。还在这里，我还在这里唱呀，我其实还在这里开始在干饶舌。关于这种事情，我不断都在想呀，我到底唱在哪里哟？我想要这样的可以搭讪女生的搭讪女生技巧，我到底有没有后？关于搭讪女生呀，身为你的兄弟，我跟你讲的多么义气。身为你的兄弟，我教你怎么搭讪女生。OK， 好，让我想一下，让我跟你讲搭讪的重点。搭讪的重点就是找到共通点。搭讪的重点就是找到共通点。搭讪的重点就是找到共通点。搭讪的重点就是找到。没见到拍，你怎么这么信？我遇见还在这里没有关系。Yeah, 我刚刚唱了搭讪，还有什么没唱到吗？热舞社、服装，还有个是什么？我刚唱到了。OK， 好，没有关系，让我们为您示范搭讪重点的到底是个什么，共同点的到底要的如何找寻。我真心跟你分享，你要认真的听懂。首先走到女生身边的，看着女生的眼睛，跟她说：哇，相逢便是有缘，而且超巧的，你知道吗？我们两个人的手机电话号码，前面两位数竟然一模一样，可都是09，所以理所当然应该交个朋友。我这样子也算是很勇，交个朋友 OK 吧？你跟着节奏点头，你跟着节奏点头的，他说 OK 呀，你懂的。满18了没？没关系，我先教你。我的朋友18的，他们怎么搭讪的女生？他们把这女生带去夜店，到了夜店只要请女生喝酒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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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想尽办法把女生灌醉，就能带回家睡。哎，这样不对，因为现在有些女生很凶，喝醉了会打人，还打计程车司机，甚至杀警察，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。但是其实有些女生也很瞎，喝醉了躺在路边等着被人带回家，早上起床发现隔壁那。一位人他不认识，女生大叫啊，你哪位？旁边那个男的笑笑，嘿嘿，我是李宗瑞。事情该是这样发生的，所以女生还是比去夜店的好。我遇到三的这个地方，他们为我叫好，来点掌声吧，谢谢。接下来带来这一首歌《冲我就回家》，要等他在桃园还有表演。尤其是这一首歌，诚挚邀请大家可以再往前一首，不谢您的帮忙，谢谢。这首歌在新闻都会唱，假设你听过的话你就再听一次，假设没有听过的话很高兴就表演给你听。你看他的技巧、技术、台风、态度、厚脸皮、38、幼稚、无聊、自信心、幽默感，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我在西门町练习出来的。我真心的跟你分享，我第一次来到西门町的时候，我从下午3点唱到晚上10点，那时候都没有人愿意停下来看我表演，每个人大概看个不到1分钟就走掉，大部分都是远远的看着我，都没有人理我，我回到家都快哭了。我妈问我怎么了，我都不敢说，因为我觉得我跟我妈说我在西门町又就是一件很难开口的事情。当我第一次跟我朋友说我想要成为一个饶舌歌手时，我的朋友全部都在笑我，他们都叫我不要说一些白痴的话。但是我就是不服输，我就买了音箱来到西门町。 Yeah， 我记得这一切的一切，我真心的跟你分享。假如说你现在10几岁、20几岁，你听得懂我等下这首歌所唱的，我很高兴你会了解我在干嘛。你听听看，你听完这首，我想要当个饶舌歌手，
对人问我说，哎，哈士奇，你干嘛在这里表演啊？你干嘛在这里唱饶舌？我的回答永远都只有一个，因为我想要成为一个饶舌歌手，因为我想要成为一个饶舌歌手，因为我想要成为一个饶舌歌手，因为很重要，所以我讲了三次。是我站在这里表演，我真心的跟你分享。Yeah。站在西门町的街头，已经七个年头。我的朋友他们笑我，但我的现在还没走红。我依旧还是开始站在的这个路口。那是的，没错，是我自己开始累的不走。我想要成为一个饶舌歌手，我依旧握紧着麦克风，我从来没有想要动手。那是关于我的表演的，一定要是最好的，那不能只是收手。我依旧不肯收手，我依旧不肯放手，我依旧还在西门町的挥洒的自己青春。但是三不五时打来电话的那个总是。爸妈他们的手势叫我快点回家，那他说我在西门町唱饶舌真的很瞎的，他们问我干嘛不去打工，去的这个或是全家先一些的或是必胜客的也好，干嘛站在街头丢脸，那他们叫我顺利毕业顺利当兵顺利找的工作的，他们要我去找的公务员或是卖个房子当的业务员也好，那干嘛的站在街头这么的样的丢人现眼，我总是充满自信跟他说这是我的表演，我从头到尾不会觉得丢脸，我脚踏实地，我发挥实力，我依旧拖着音箱到了西门町。是的，没错，我就是他们口中说的那个该死的七年级生烂草莓。但是现在我厚着脸皮，我咬紧牙关，我硬着头皮继续还在这里开始追求梦想。你开始问我这一切的到底会有什么的值得你站在的这里努力？我回答你，我手心发热，我热血沸腾，我全身上下还在流汗，我追求梦想。有人问我说，哈士奇在现役上了七年八年了，有什么东西你坚持不改变，有什么东西却改变了他？我跟他说的饶舌就没有脏话，我就和蔼可亲，我笑认真表演。改变最多的是一开始大家都笑我，都没有愿意停下来看我表演，现在看我表演都有好多人了、啊、谢谢你停下来看我表演，谢谢、yeah。我想要出一张 CD， 我想要出张 EP， 我甚至想要出本写真集，但是没有六块腹肌。我的朋友他们笑我，你长得又不帅，你又不是陈冠希，但其实这一切都没有关系。至少现在的你是停留脚步在这听听，你听听这个声音，它是个如此清晰。我要站在这里开始这样保持清醒。讲到这里，我想要让你回想一下，你是否记得你小的时候，你那时天真的无心笑着，你对着你的幼稚园。或是小学老师说你长大之后想要做什么，你那时小的说的想要当医生当老师当警察，你甚至一转身还说想要当科学家太空人，你还是想当总统，你结果到底现在花你最多时间却是 Facebook 即时通跟 Skype， 你每天聊天，你每天上网跟着朋友在那打屁聊天，那有了智慧型的手机每天都在赖，人生只有一次你的 just one shot， 请你把握当下，你没有这么多的时间可以浪费，我想要当个饶舌歌手，这一首歌还能结束再等一下。我去卖玩线上游戏，每天在玩 LOL 英雄联盟，拿起手机在玩神魔之塔，滑猪猪冲卡片跟我说多厉害，他玩魔兽世界时就在讲，他说哈士奇，我玩魔兽世界85级，很屌，是个弓箭手。我回答他说，我在真实世界里面扮演饶舌歌手，我更屌，跟我的等级从来没有上限。我拿起麦克风，我随时准备好我上线。我站在街头表演不是为了爱线，而是让我梦想开始在这实现。谢谢。我叫做哈士奇，想再回到家里记得我，你用电脑的习惯，首先上网，你可以在 Facebook 或者 Google 上打饶舌歌手哈士奇，你会找到我的粉丝专页，请大方给我一个赞，都要站得更稳，麻烦一下，要是你要搜寻到，请打的是饶舌歌手哈士奇，拜托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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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只打哈士奇，那只猫是条狗而已。假如大家可以支持的话呢，请支持他变成持续创作跟做独立包裹作品的主要的资金来源，这让我梦想会更顺利。因为我在九月初自己独立制作了一张 CD， 里面有四首歌，假如说你喜欢我的音乐曲风或是歌词的话，你可以考虑把它带回家，一张是250元。谢谢大家停留脚步看我表演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发表演。